OK， 好，讲讲。啊，卡丁车不就是小朋友在开的？我上去直接把刹车拔掉，冲到底。他们也不就过几个大学生大人开过几年车而已，没什么，简单啊，平常心，平常心。啊，卡丁车不就是小朋友在开的？我上去直接把刹车拔掉，冲到底，简单啊，平常心，平常心。这不能交哦，你到时候把它剪掉，真的。